到这个场外跟大家见面的，来问一下，就请 Brian 问他一下有关造型这个打扮的概念。Okay, everybody knows you kind of dressed up for this event, so you want to talk to us about your style today? I went with a stylish 400 Tainan jersey, and a matching hat, and then these nice set of sunglasses. You know, they're a great pair of sunglasses, but I didn't buy you one today.罗有点工伤，他说他今天穿的是我们球队的400周年，台南400周年的限定球衣，搭配的球帽也是球队的，可以在莱恩库找得到。然后他戴的太阳眼镜是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Zip 的太阳眼镜，很好戴。真的，哎，这个无情工伤时间啊，由他来工伤，相信大家对这件球衣及他身上造型的所有东西应该都非常的很想要买哈，啊，还没买的赶快去预购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换访问圣骑士，好的，好来，那当然圣骑士呢今天啊，应该是说我们其实真的很少很少邀请羊头来到场外来跟大家互动，那圣骑士才刚加入我们统一摄影师的一年而已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机会来到场外，想问一下他的心情怎么样？我好漂亮。Yeah, I feel great with the Uni Lions fans. I think are the best. They are the best of the TPPL, and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be here, and we're trying to get the championship to China. 这件事说他很高兴，第一年来就是来统一，因为他觉得统一的球迷是全中职最好的。他也希望说我们上半季的冠军可以赶快拿下来。好，非常棒，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 M7 的部分已经点亮了，那接下来访问一个不需要 Prime 访问欢迎各位，因为我有没有觉得自己坐在这边很突兀？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要请吴志伟，不然就是柯伟现在来做这边才对，因为毕竟我不太会讲什么英文啊，所以我觉得来这边跟他们一起陪坐也好，或是 陪他们一起聊天，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对啊。啊，非常棒的英文教学时间。我跟你讲，我跟你有一样的困扰。看来啊，我不知道 Brian 会不会出来之前，我还一直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要练一句英文教他们跟大家讲话，然后一直在旁边 repeat。哈，我今天很紧张这样子。好，那其实因为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球场上看到你了，那因为你不太需要翻译，我问你问多一点，有没有？对对对，有没有怎么话要跟这个想念你的球员朋友说，然后讲一下自己最近的近况？我也是从这阵子从受伤然后刚回到球队，然后也希望今天有应该是有机会来登板，然后来一起帮球队拿下胜利，然后也希望今年能在上半季拿下冠军，然后跟球迷一起庆祝。对，好了，我们大家目标一致啊，梦想一致，那我们就努力的往梦想的目标迈进。好，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球员朋友报道？有吗？没有豪华机票，球迷朋友，小梦最后广播，若是你有豪华机票资格的球迷朋友，请赶快到场外小舞台。请问一下现在几分？47，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只等3分钟。哎 ，Brian 帮我翻一下，我们就等3分钟，好不好？我要让他有点事情做，虽然说3分钟的英文我可以啦，好不好？